各位同学，咱即马开始上课。各位同学，大家好，老赞哈。我是妇女总会郭伟珠哈。咱明仔载阁上课一天，咱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对无？对无？好，足欢喜的哈。哎，但是呢，咱要做政务官，安怎做？恁知影无？捌做过政务官，举一下手一下。拢无吼。所以呢，咱政务官就是讲要去指导人的吼，管人甲管事，但是咱毋是要去办事的吼，毋是去做事务官。所以政务官伫咱四千个内底吼，咱就是政务官啊，政务官咱就是要指导人。那么要安怎管人吼？所以吼，我只有提供一寡咱的方法吼，咱的方法要安怎来指导人安尼？你想这个课程有重要无？啊？会晓管人的，举一下手一下，好无？足够管人的吼，举一下手一下，好无？有一个呢吼，连讲啊，咱遮来甲请教吼，我遮另外的方法吼，大家来做一下参考一下吼。领导者的管理法则啦吼，法则就是讲方法啊，甲这个原则啦，一定要照原则哈，如何会当管得有章有法哈？就是指挥要落定，一定要有章有法，才会当达到目的的意思哈。让被管的人心甘情愿哈，心悦诚服，就是安尼足欢喜，互你指导啦。啊，唔好哈，管家安尼人安尼，哈。怨气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呢这世界上就是有官人诶，啊，甲被人管诶嘛吼，拢是这两个角色。啊，咱这两个角色呢吼，咱就是讲吼，管吼唔是滥用咱诶职权哦。哦，咱即马去政务官吼，不可一世，阮足大诶啊！呢吼。大家袂轻慢打击安尼吼，是袂使只咯吼，所以唔是用你的管理吼来咧管人吼，安尼幺五六河山安尼子孙骂怀吼，安尼骂来骂去，逐工唔是干那骂尔吵吵念安尼吼，唔是这种方法啦吼，互你的属下吼处处拢感到吼恐惧啦，佮互下底管个。你若管到下底吼，一声拢唔敢叮当，拢不吭声，安尼嘛唔是真好的办法啦吼。这吼安尼服服帖帖，不见得管得好，而且是适得其反呐。所以管人管到人点点无半句拢无人敢吭声吼，嘛唔对啦。一定人你就是想过头严格啦。你若是管到安尼的时阵吼。你管唔对，人嘛不爱插你，嘛不爱讲，安尼就会垮下来哦，吼！一个组织内底，吼，你一个团体一定会垮下来，而且怨气会很高，哈！所以讲，咱拢一定爱注意，一个不会管人的领导人，哈，人事必陷入混乱局面了，哈！这样的领导必败无疑。管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益，哈！管人唔是讲好我足牛诶，我足晓摆，我地位足高，安尼唔是这吼。即将军在战场上吼，最终的目的吼，不是能够俘虏多少士兵，而且是要赢得最后的胜利。吼，所以讲唔是吼将军唔是吼遐兵啊，讲哦啊，拢甲你娱乐，甲你发，安尼。好，得到迄个民主而已啦，是看你最后这个战争会胜利无？吼，唔是咧民主而已吼。
这是一个比喻啦吼。啊，领导的法则吼，是如何来才能管得有章有法啊？这张是重复啊吼，重复啊吼。啊，这嘛重复啊是安那？好，管住上下功夫吼，练好一套招数，这是吼。是一个群体啦，咱咧管拢是一个群体，不是哦一对一安哈。领导的魅力要有高人一等的管理手段，否则无法一呼百应，更不可能使属下哈、哦、保持对你的忠诚呐、啊。所以讲吼、哦，咱若管呐管了吼、哦，不适当，袂当予人心悦诚服。袂予人尊重啦吼，所以袂予人尊重呢。一个组织如果吼，咱下底即个吼，你若是管无好吼，谈不上什么效率。人的情绪吼，一定是无法度平静、静静去做代志，安尼意思吼。所以讲，人若管无好啦，你唔免讲惊代志有做好，就是每天。大家在闹情绪啊，哈！啊，闹情绪的时阵，要较有心，搁再去做啥物代志？你安尼讲对唔对？对吼。所以讲，这爱真正爱注意，而且讲，咱也拢无经验吼，所以一定吼，咱毕业了后爱真注意这个代志。如果你若爱这个资料吼，咱拢会使为咱的网站吼，啊，以我这个讲的课，咱。诶，第几期啊？就是什么时间把它拉下来？好、哦，啊，恁就会当斟酌去看哈、哦。所以这足重要诶。如果你若讲做吼，做无三工，就去下底的人甲你并落啊吼，啊，无采咱这个福分安尼吼。所以讲，咱爱真正吼、哦，对这个爱用心来研究。管理工作如时常哦失误啊，随即得到教训，就是讲你常常哦踢到铁板啦，安尼意思讲你管的管了，这个也无适当，那个无适当，安尼意思哈、哦。管理要避免犯一些别人常犯的错误，要减少自己的缺点，让自己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无视这些法则，将使自己自掏危机，永远成不了赢家。哈、哦，就是讲，咱做一个领导人，你要高人一等，不是别人常犯的错误，你嘛对伊同款，安尼你无法度突出讲你就是领导人。哦，别人常常咧错误，你爱来改纠正才对啊，啊，你搁犯着。别人思想犯的代志，安尼你就是没有领导的能力吼。会当讲你那是会当左右逢源，就是讲安尼每一个人甲你管，你甲伊指导，伊拢足欢喜，而且很配合。安尼头这左右逢源吼，你会当吼，拢是一个赢家。那如果吼。你领导的特质、哦、要举一反三，策略而旁通、啊、就是说领导咱一定要用头壳，不是一般的思维啦、哦、人若是说这你就要知道啥，才会当表现说你后一步要去跟别人说啥物，有小块的代志你就一定要有那个敏感性，那无拖到事情大条啊吼，那就袂意志啦吼。所以讲，次日你碰到这个时阵，你爱知影后壁，你爱样样想，一样再开阔另外的一条路出来，唔是死钉钉、死死角角讲啊，安尼就是安尼，啊安尼都袂行，你搁要安尼来讲吼，你就是会碰壁哈。来运用你的凝聚力跟感召力控制人心，指挥若定，赢得一大
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吼，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即马就是讲，你的凝聚力、甲你的感召力、你的方向，而且你知影指挥的即个目的达到的即个好处，吼，咱拢是一定安尼。那么，人有一个向心力，你才会当吼，好一大堆的人来追随你。好，你也像讲啊，即马安尼做去，人明明你的部署觉得这样不行，你偏偏要叫人家这样做，安尼人就袂对你啦。啊，身躯对去，心嘛无对去吼。好，比较讲像讲咱的秘书长，咱指挥咱行这条路，华丽建国的这个柱子道上，咱看到目标是准的，是有希望的，那么我们就会追随来嘛。这条路是真的，而且是必会成功，而且很快会成功吼。足侪人就吸引来，我们就会追随人。啊，咱后摆啊，虽然是小的团体，吼，唔是像这遮大的目标，但是咱每一个政策的执行，一定要达到目的。嘛是同款，你爱有你的魅力，你的感召力，人家才会追随你，然后去执行，你这个团队才会做得有声有色哈。啊，咱后边哈，真侪领导人呢，足侪的这个注意事项哈，因公而害，因私而害公哈。人一旦做了主管哈，自尊心随之提高。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缺乏公正的领导人，在下属的心目中，他具有威信，公司是不能同时满足的啦。所以说，你若是有私心的时候，你这个公就做不好。所以说，咱若是要执行一件事情达到，一定不能为了私，私心绝对会对你有障碍哈，所以讲吼，因公就一定会害私，无迄个都讲会当兼具啦哈，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吼，那是做着官的时，自己不要随时干嘛讲膨胀自己啦，膨胀自己一定会失败哈。那如果讲下面这个。糊涂属于小事，要真正做到公私分明，大事要坚持，小事不糊涂。其实大事小事并没有区分，一旦发觉领导者不廉洁，无法得到下属的依赖信用，一切等于零啊。所以公私分明应当从小事做起，就是讲小块的代志，你干嘛？咱比人讲的讲哦，啊，咱办公厅即马配来讲的一支笔刀，这上细行的嘛。嗯，这袂歹写，我提咧啊，等下阮兜啊，互阮囝写，哎，我提等下厝写。这小小的一个动作，你就会互你的下属，甲你看嘛，看破吼。会感觉讲你有这个贪心，人就未甲你轻忽啊。所以讲小事如果不去注意的话呢，会大事嘛是无法度很完成。搁而且呢，会坏了整个的事情啦。所以讲，咱若要去领导人呢，上重要未使有私心啦，啊，未使有膨胀自己的权力，咱。日本人吼、哦、做愈悬啊，愈低腰愈软啦吼、哦，所以讲人是讲迄个倒水啦吼，那无上诶吼拢也足悬对无？吼、哦、啊那有八点诶吼拢淡甲足低，这古早人诶比喻非常恰当，而且吼、哦、是确实是这样子吼、哦。你伫外口社会你甲行甲看吼。哦那袂向一个吼，讲甲嘴角拢破咧，
表示伊足牛，安尼不可一世，还是讲全世界伊上牛。足牛的人，伊足谦虚，感觉讲啊，我啥物拢袂晓，啊，希望你教我指导。所以咱一定要学好谦卑啊，吼、哦，谦卑，咱才学会着别人，啊，会当。你若谦卑，你的部署比你较牛，伊才会甲你指导，会甲你教。如果你若讲你足牛，啊，喜爱民主吼，拢讲啊，我就是长官吼，绝对吼，你袂当得到人甲你讨价啦。咱讲的讲讨价吼，因为安那呢，势必后摆咱派去每一个机构，我们做的时间比他短嘛，咱是拄好到尔尔。下底的工课你不一定有做过啊，吼，你准许你讲有政务官、公务人员，伊有来上课啦，啊，拄啊去，伊是，吼、哦，迄是少之又少啦，吼、哦。啊，我是有介绍真济的公务人员去吧。伊后摆啊，搁再倒转去遐，伊的长官变伊的下属啦，迄是非常欢喜的。但是迄个即马真少啦，吼、哦。咱大部分拢毋是迄道的，咱要安怎来指导人，而且得到咱下属的支持，吼、哦，这是足重要的。所以讲，在做人呐、啊，吼是非常非常的难呐、啊，吼做事是足简单，咱学学的就会啊。但是做事做人呢，咱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呐，想法都不一样，来自于各家庭来的，每一个人的教育，他个人的修养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安怎看人？相处到非常融洽，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夫、哦、所以咱你若是讲跟人家相处非常融洽哈，什么代志袂人嘛点点啊，甲你教教下。所以咱一定爱学好这门功夫哈、哦。你若是予人看到啊，阮长官来啊，欢喜噶哈，袂你凊彩叫去便所边啊，甲问一下，伊嘛会甲你讲。啊、你若隔甲一地讲我外高，我是你的长官吼，我看无半撇人，定定会甲你吐槽，是毋是安尼？对无？哈、哦，阿祥，安置宠物的后果哈，这是一个比喻哈。一个主管不忧愧不忧虑匮乏，而且忧郁不平等啦，咱就是讲，唔免烦恼讲吼，这是无够啦，是惊讲你无平等，就是讲你具备的条件不够没有关系，但是你呐对人不平等，这代志就大条哈，不满啊个反弹冲突，宠物可能会咬你一口哈，要注意感情因素啦，这是安怎讲？咱现在就是嘛有加减有这个现象吼，但人吼拢会用感情啦。啊，这个是阮囝，啊，这是阮亲情，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啊，拢会叫来做你的部署啦吼。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咯、哦，但是吼、哦，你看认为你家己的人不一定甲你支持，有时候会给你扯后腿啦。你唔知有安尼经验无？有无？所以讲吼、哦。所有咱入目伫内底的动心，拢总是一家人呐、啊。你袂使讲恁住伫恁家做伙食饭，迄只一家人呐、啊。所以你若是有这种的想法，有时候会出错哈。就讲你饲的动物啦，有时啊吼，逐工伫饭互伊食吼，伊嘛是会甲你咬啦。吼，咱拢。大的人应该拢有这个经验啦。你认为他是你的人吼，反而伊甲你扯后腿后，你把你捅一刀啦。所以讲，咱一定爱注意，袂使感情用事，只要用人才，不要用奴才啦。吼、哦，家己的人就是奴才嘛，伊就足愿意讲哦，伊拄啊入来时，拢嘛是甲你服服帖帖，甲你抱啊，迄何止宠物，而且是什么东西是奴才啦。你那是看到有相当，而且我拢找有缘的尔啦。你看我足顺眼，而且哈、哦，觉得咱讲话拢会合，迄就是咱家的人啦。所以讲，你要拥有这些人来给你协助，那么
最好能力比我们强哈，对你的帮助最大。你袂使老师讲，惊人比你较敖，啊，你去找的部署哈，拢总比你较含慢，你会足忝的啦。吼、哦，上好是人，逐项拢会用甲你做做好好，比你较敖，你不要嫉妒人家比你较好。吼、哦，你就是爱甲学落，啊，向他学习。后摆吼、哦，你若叫五个拢足敖的，五个伊的专长你拢甲学起来，你是集于一身。你一身躯学的拢因五个人的功夫，啊，你就比较敖，时间的问题而已啦。安尼对无？啊，哎，所以讲吼、哦。啊，有的人吼、哦，拢足惊人对伊较敖吼、哦，较叫拢叫迄个上含嘛来做伊的助手吼、哦。那么，逐项袂晓拢爱你家己啦。啊，而且你没有进步的机会，而且会很累哦吼、哦。所以这个想法，咱伫遮吼讲了，你一定吼、哦，咱家己要开启自己的智慧啊，牢牢记住安尼吼，不要厚此薄彼啦，就是讲。卖家较好啊，遐较歹，那个叫分辨心呐、啊。分辨心就足凄惨的。咱人啊，每一个人分辨心出来吼，都会很痛苦。因为啊呐，你爱看到的吼，拢总足好啊。你爱像讲咱即马在看啊，小学生啊、幼稚园啊、高中啊、大学啦、啊，那个都我们走过的。你甲看，你看到幼稚园，你讲啊，有点憨家呢，啥物拢袂。他就是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阶段，你站高必要看远呐哈，所以讲袂使去看悬看低安尼哈，低伊嘛是有一半步啊，比人较悬较好的所在，不要以一个事情来评断他全部的一切的哈，所以讲咱即马哈，如果你用安尼判断吼，人的好歹吼，假使你是一个不擅长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哈，就无法成为主管呐。所以讲人际关系，你袂使讲啊，这个较好，这个较歹，迄、那个较好，迄、那个较歹，啊，你都甲分做两个啊，那会变做你去国管的人。所以绝对这是非常忌讳，但是。以咱台湾现况哦吼，咱的人吼、哦，这分辨心非常强吼、哦，而且非常执着，这个好，那个歹，安尼分较足清楚。咱人不能以单面去看一个人的长处跟他的优缺点，所以袂当去评断一个人。所以阮老爸，阮要出门拢甲阮讲，草啊鸡会加倒人。咱做人袂使看悬看低，凡事啊是这个路边一个乞丐救到你的生命，这个我就印证出来诶。吼、哦，有人安尼对我足无好足无好诶，有一天伊生命拄啊我甲救到咧。吼、哦，这是事实的代志，所以咱人讲袂使看悬看低，啊嘛袂使分好爱歹。啊，要你若要甲一个人插伊的代志。你要全盘全部了解，无得点点就好。你插落去拢唔对去，因为呐，伊个全部的事情你不清楚，你去评论高低绝对是错误哈。所以讲，咱人卖随便批评人，讲上对上的唔对，上的安怎上安怎，那叫是非。因为吼，无清楚的评论都是是非，讲出来。不一定人对你打折扣，讲啊，你安尼那差不多尔尔，吼、哦，所以吼、哦，我们做一个主管，不能随便哈、哦，去看讲对一个对一个对，对一个唔对哈、哦，啊，擅长处理就无法成为主管。这因为一个主管需要有多种的才华，才能公平对待下属，对一切的对立哈、哦，起于不公平。因为所有的对立跟抱怨、啊、都是不公平的。每一个人伊在甲你诉求的时候，啊，你不能马上说他不对，也不能马上说是跟他对立那个人不对。所以讲要全盘了解以后，觉得你上好爱甲讲，
啊，你嘛对，啊，你嘛对，恁的想法没有去沟通而已，你嘛对一部分，你嘛对一部分，上好是安尼啦吼。你若随时去讲啊，你对，你唔对，哇，啊，你失去一支脚咧，本来你两支脚，啊，煞家己站一支条啊，不要随便得罪人啦吼。所以讲，这是足重要。你那一点点啊，予人感觉你无公平，那么伊对你吼就无尊重啊，这足重要诶。所以讲，我们要开口以前都是要非常小心呐，吼，安尼对不？吼，包括讲咱卖讲伫政府做代志哦，伫厝里敢那讲啊，你生两三个囝吼，都会讲你对你对一个较好，对一个较歹，迄就是。做事大人安尼就是唔对，爱予囡仔感觉事大人，我就是三个都一样，我三个都很爱你们。啊，对一个较好较歹，无一定的呢。吼、哦，每一个有一个个性，卖讲迄个个性较歹，讲啊，这个就一直加嫌吼，嫌加伊无自尊心，佮而且吼，好、哦、另外两个啊，对得加欺负安尼吼，他是会很可怜，而且。他没有翻身的机会，他要得到你的教育跟鼓励。我们的部署也是一样哦，吼、哦，这个比较较不配合，是因为伊较含慢，咱就爱给他提升，就给他教育。这两个较咬的，你也讲啊，这个都吼，伊、哦、都较刁滴，还是讲较袂孝敬，啊，咱就爱给他疼惜，因为咱是一个团队嘛，唔好给他。定掉啦，定掉你就夹一脚咧吼，所以讲这真重要。啊，咱一般人的代志就是，敢那一个伫家庭吼，囡仔都无公平的对待啊啦，吼、哦、对唔对？咱家大家拢做爸爸妈妈嘛吼，啊，就囡仔对一个较乖较无乖，你要讲这个囡仔唔是咱的嘛？所以咱的下属后摆拢按当做咱的囝，吼、哦、你。较歹嘛是咱的囝、啊，你敢会当讲这个卖用啊？无甲赶赶出来，永久嘛是挂袂离吼。咱爱有迄种心，因为我们当的是父母官啊。父母官不但我们要人民以外，我们的部署是咱的团队啊。吼、哦，小岗架父母要来诶照顾咱的老百姓，照顾咱的人民。啊，你伫顶官都伫遐搭来搭去啊，要哪有迄个心情？来照顾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不能办事，吼、哦，这足重要的吼、哦。所以讲吼、哦，一切对立拢总是叫做无公平，因为无公平才会对立。如果咱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今仔日那是讲，甲咱台湾人民呢，讲把你当人看，因那有甲咱当人看，我们不会有。台湾民政府来成立啦，对不对？所以讲，一切就是不公平，才会引起对立。咱如果若讲，因来六七十年啊，吼，啊，好好甲咱拢总总平定，可能咱嘛无需要讲，就爱来遮尼麻烦，讲啊，咱就一定爱来告美国，啊，就爱来行遮艰辛，费了这么多人的人力财力。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回我们的自由跟公平而已，对不对？嗯、哦，谢谢，等下，谢等下。朝令哈、哦，朝哎朝朝夕啦，朝夕令改，自毁其意啦哈、哦，就是讲你会知啊画这个，下晡啊画那个，讲的拢无相共哈。就是要有一致的命令吼，你袂使改来改去安尼意思吼。你若如果你下令，你的部署要做啥物代志，绝对袂使改来改去。你家己爱想好，这做的后果是什么样，啊，这做的安怎？所以讲，即马招示你，就是讲你在时个。下晡时你拢总发的号令拢无共款，人无从跟起吼，迄、哦、水是足惨的啦，吼、哦。所以讲吼、哦，所信的重要性吼、哦，在于它关系下的关系到下属对领导者的期望吼、哦，没有一个一致的政策吼、哦，这是绝对会乱呐、啊，
吼、哦，你较轻啊，叫人安尼啊，明仔载叫人安尼，吼、哦，下仔啊叫人安尼，下晡讲啊，唔免安尼，这就是无法度做工课，浪费人家的时间哈、哦，这也足重要诶。所以没有，不但人会抱怨以外，哈、哦，得不到业务的效果，好、哦，不要乱开支票哈、哦，空头支票哈、哦，诶。一来哈、哦，失去哈、哦、章法，而且失信于人哈、哦。不要忘记你曾经说过的话。咱若讲啥物话，家己忙袂记住，啊，刷的话人佫硬拗佫，讲哎呀，我较有讲这佫欠人钱吼、哦，这绝对大大的失败。你若是讲过袂记住，也是你真正袂记住，你就讲啊，我有影安尼讲哟，好安尼好，是的，是的，吼、哦，还是讲啊。安尼无咱照安尼，忙硬拗讲哦啊！我是长官呢，我当时有咧讲安尼，阁互你指责吼啊，面子挂袂落。诶，长官又怎么样嘛吼？你若是要做工吼，会当互人服从你吼，对你吼非常的钦佩来讲吼，你就不能这样硬拗啦吼。啊，所以讲吼，讲话袂记住话人硬硬会啦吼，但是卖硬拗吼。啊，目标要一致，言行要一致。风格要一致，前提一致，吼、哦、啊，直接坦诚啦，吼、哦，角色一致，这是最高的沟通轴。咱那是讲话目标想诶，最好发号施令的时候，吼、哦，我那像我吼、哦，我带过个团体吼、哦，我拢会先，咱安尼敢好，咱先。遵从一下，如果因也无特别感觉这个无好的代志，大部分的人拢会讲好啊好啊，啊有的人讲唔过，敢无安怎？那么你要让他讲出来他的想法，然后你要套上你的想法来改正他的想法有哪里比你不好。伊才会心悦诚服，讲：“哎，你讲的当然比伊想的有较完整。”哦，所以讲，咱若是讲吼、哦，做代志，做咱的主管，嘿，我讲安尼就对啊，你就照安尼做。人若甲你讲任何的意见，你都不会去听，也不会接受，安尼吼。甲共产党差不多啦吼，所以讲，我希望吼，咱后摆啊，整个团队，咱一定要全部甲以前国民党、还民进党所有的公务人员，要全部我们都来改进，一定要不一样，甲人相共，有啥物人都爱搁互咱做。所以咱每一个人要好好审视，咱绝对袂使阁像过去的遐，咱过去的我们看很清楚，咱拢知影因的缺点，我们不要再犯那一种错误，安尼对无？吼、嗯哦，咱卖穿，你像阿扁啊吼，伊刻的执政讲亲民，马上把那个官僚吼，这个官僚全部打破，就是。把这个柜台降下来，现在起还倒一杯茶给你们、哦、那是非常好的一种改进方法，咱一定要再比他们改进更好，因为怎样呢，人民是我们的主人翁啊，我们、哦、是他请的呢，是他们的税金给我们薪水啊，所以说、哦我有去拜访一些大官、哦、都说啊、我现在领国民党的钱、哦、等我、哦啊、退休才来斗三工，我说你等不你说你几冬退休又三冬、啊、三冬我说你不付了、哦、你要提早退休、哦、然后、哦、我要跟你纠正，你现在领的钱是我们的，他国民党没去中国拿钱来给你领，是我们的税金钱在给你领，我是你的主人，他说拍死，安尼嘛对，啊本来就对啊咧。诶，国民党敢有定时转去迄落中国去摕因祖产来互咱用，甲因发薪水，有无？啊，所以吼、哦，因迄落
国公务员员足济吼，互洗甲头壳歹去，你知无？讲因咧发薪水倒因咧，伊摕咱的钱去发互因做因的人情呢，借花献佛而已嘛，对唔对？哎，所以吼，咱这个公道嘛要讨倒转啊，哈，哎，来，不要忘记你曾经，这讲过了哈，来下一个。咱一诺千金，就是一定吼，你讲啥落去，一定袂使改来改去啦，袂使反悔的对啊哈。就是爱诚信，管理者的生命哈，不要承诺讨论中未定的方案呐。即马这足重要的哈，那无法度定下来的方案，你去讲承诺哈，等于你开空头支票，因为做不到的事情。哦、所以讲，哎、欸，阿姐爱研究，咱爱个研究。所有要答应部署的事情，你要下达的问题，你一定要经过大脑。讲这个会使肯定，也袂使肯定。啊，那无讲，哎、欸，咱姐来试看卖啊，不能说到肯定话，安尼你也变无信用啦，哈、哦。哎、欸，来，就是讲。不要做出你无法贯彻的决定。你那是讲今麦做落去，一针就会有改变的事情，你嘛袂使去讲承诺讲啊，安尼做落我就绝对，这个绝对的字眼不能讲出来哈、哦。哎，啊，咱尽量做到遐，那是迄落遇到困难，咱才阁来研究。啊，万一咱有法度去突破。咱就是来做，那无到时，咱才过来研究。你绝对茫讲，这安尼做落就对啦，我讲的就对啊啦，啊，就对，就当个对对啦吼，就对称啦吼，啊，唔好家己吼，家己去自投罗网吼。所以讲，做上司的人吼，最好不要讲肯定话，肯定你讲死啊，无法度改变啊，你就是闹亏啦吼，唔好闹亏家己安尼吼，来。小看唔到去，没有内容的，以目的哈来发号施令哈，不可千篇一律，必须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才能产生发号。司令的效果，这就是讲吼，咱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咱卖讲每一个人拢总同款的吼，比如讲人咧讲话倒啊吼，古早人一个比喻足好听嘛，讲记着人讲人话嘛，啊记着啥？对，所以这部吼，咱茫讲。啊，看到的全部拢总共同款，每个人有个人的性向啊，哈，每个人有他的专长，所以不一样。你当一个领导者，袂使讲看的拢一律拢同款，你发号施令嘛同款。咱安尼来讲吼，袂当事半功倍，就是讲你一定爱因材施教，哈。因材施教哈，咱每一个人伊的专长，你甲提出来用，你甲提出来用。所以讲哈，你袂使讲一律拢总同款啊，因为每一个地方的不同，每一个地方的不同，你要做不同的事情。所以讲因地而制宜，就是在那个环境，你袂当讲。看别个环境所发号的司令，还是你所要执行的事情，是一律同款的，一定无同款。吼、哦，咱伫这室内讲，哎、欸，好，咱衫裤拢甲褪褪起来，吼、哦，安尼会使。即马出去外口啊，你讲好，咱衫裤来褪褪起来。那个不同的地方，你不能做同样的工作啦，吼、哦。哎、欸，这是一个比喻啦，吼、哦。所以讲，无同的所在，做无同款的物的代志啦。哦，啊，安尼干袂出错啦。然后呢，勿让
令出多门呐、啊，好、哦，让下属无所适从，不知听哪一个才好啦。哦，当然你嘛有你的助理，有你的秘书的诶，哈、哦。如果你发号施令的时阵，哈、哦，你就是讲无同款的，哈、哦。你即马出去发号令出去，你如果传达出去，变做棍行啦。所以没有一致，每一个人没有一致的发号施令，人无从跟起哈、哦，这嘛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哈、哦。不知道听哪一个才好，你讲出来还是模糊，无予人听袂清楚。哎，我介先讲，咱的长官叫咱安尼呢，伊听讲，嗯，唔是咧，介先安尼呢，那个也是一个失败的指令呐、啊，哈、哦。绝对要清楚明白，来给人方法，简单扼要的方法，绝对袂使嘛迷迷糊糊，安尼去就对啊啦，啊安尼就去，伊想讲，该先安尼对咧，啊我想讲安尼对咧，啊去佫总爱带啊冤家，爱带啊修正安尼吼，那种模糊的下令方法吼、哦，绝对是不对的吼、哦，对，宽严要适中。太宽松袂使，下属会心不在焉呐、啊、吼。太严厉，下属会心惊胆战哈、啊，反而效力不彰。应多监督，多激励的哈、啊啊、所以讲放伤轻松，拢伤自由。伊讲啊，恁拢总自由发挥啦，自由发挥。就是表示你这个领导人没有目标给人家啊，自由发挥，伊想的甲伊想的拢无共咧吼，所以安尼嘛是会软绵绵，没有冲劲。但是呢，你若太严厉呢，吼下属吼，我要惊死你啊！我做安尼嘛唔知会对无，啊做安尼嘛唔知会风险无吼，啊煞变唔敢做呢，吼伤过严嘛袂使吼，不要把下属吼。当作你现在在开人民公社呢，吼，还是说当作你在饲猪，边在管猪啊，同款把猪条围起来，这拢是属于我的，吼。所以说这是绝对袂使安尼。咱现在吼有一些就有这个现象呢，那个就是不会管理啦，吼，袂用管理的人吼，足惨的。所以说爱适才适用，就敢那咱咧行棋吼，咱遮拢一般语嘛吼。你袂使兵啊，甲摕来做将军呐，他不会发号施令呐，吼。啊，你叫伊做啊前进安尼，吼，赶背包一直冲安尼，伊会尔。啊，你敢那要叫伊将军要来发号施令，那有可能？所以讲，一定你的部署，你要知道他的专长，他的性向，你要给他摆在哪一个位置？爱摆对哦，一般棋无得，拢总行唔对啊嘛，一语唔对，全盘尽输，对不对？哦、所以讲哈、哦，咱未当达到什么效果啊，咱爱多监督他啦哈、哦。就是讲，你发号施令落去的时，哈、哦，爱多监督他，激励他，哪解看，啊哪解鼓励，哦，未当啊嘛未当讲，哎呀，我做这个长官，我即马叫你去做什么代志，我什么都不参与了。拢无去咧，甲看一个，啊做无好，才考考念，啊嘛袂使。你看一个也是为人的想法，暂时转不过来嘛。好啊，想错了。你若拄啊甲看一个，啊，这毋是安尼呢吼，就是爱安尼甲着，伊嘛会临时想着讲，啊对，安尼就好啊。啊，所以你也无监督呢，诶，搞错一直下去都是错的吼，才要重新来更改。那就很难，所以讲吼，嘛是爱兼兼咧。你忙中做主管，我就甲发命令尔尔。我吼无得甲监督啦，监督唔是讲吼用严格的监视，你就是该参考啊，该教吼陪同他啦去进行，较袂做甲尾啊拢唔对去吼。咱的原则吼。这管理的原则下面有好几条，咱就是讲
爱一项一项拢去注意啦，吼。咱爱预测，必须大力预测未来的情势跟演变。咱做一个领导者，你要事先规划，而且你爱有预测的这个知识跟智慧，将来它所演变的事情，在阶段性的问题不会产生错误，会变白忙一场啦。所以讲，每一个代志，你要叫部署去做的时阵，你知影讲伊做好，到尾啊是啥物结果？这个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所以讲呢，每一项代志你爱先，咱家所生来的四千人，拢是先知先觉者，对不？啊。那么我们要领导的，就是说后知后觉，甚至恭喜不知不觉的人嘛。所以咱爱做先知先觉的人，你一定要比别人知道后面的后果，对不对？好、哦，所以讲一定爱有预知的能力。好、哦，即你像秘书长吼、哦，初初六年前我就参加，啊，我记吧，咱成立这个总部了后吼、哦。那时候还没有办身份证呢，但是伊就是目标，我要办身份证。来，咱今麦目标要摕旅行证件，对不？要预知我们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往那个目标去做，设定一个目标往前直走。哈、哦，不管有啥物石头踢到，咱嘛是甲跳过啦，哈、哦，就往目标去做。你一定爱预知达到的效果，哈、哦。来，就是讲宗旨呢，咱目的必须完成社会正义为宗旨，对社会有贡献。所以咱每一项执行，尤其咱是领导者，我们到各部门去，我们达到的目的宗旨，我们是要对社会一定要有贡献呐，吼，一定有照顾到人民，不是这项代志。你做一个长官很重要，当我们政策要推行的时候，你如果人明知知影讲这对社会人民无好处啊，你不能去执行，到最后别人会把你拉下来，哦、所以这很重要的、哦、你如果要做得稳，你要注意这个，我们做政府的一个执行目标是要贡献社会，我们要照顾人民，绝对袂当离谱啦，或者是对个人更不好，哦，绝对袂使，袂使讲对个人有目的啊。咱即马看遐流氓政府的吼，哎、欸、啊，我来计划划吼，啊，为遮甲勒好过啊，边啊吼，这大路边啊拢阮兜的田呢，啊，会涨价呢，安尼敢好？哦，人因感觉足好个啦，啊，无一定，咱这忙，咱若一般的思考。嘛是绝对好啊，吼、哦！啊，咱的土地总爱拢变伫大路边，较唔好。哎，本来算分的总爱算平呢，吼、哦！啊，所以这个政策的执行吼、哦，绝对一定要为公，不要为私啦，吼、哦！啊，那无讲这条吼、哦，要犁过进前，我吼、哦、点点卖讲，我先来毛毛的吼、哦。啊，即马犁过吼，这路边啊都啊拢阮兜的地嘞，这个是。几十年来，恁看足清楚，是足平凡的事情啊！哦，即马说啥物刘县长无？啊，拢别人的地，拢变因兜的人的地，我们绝对不能吼、哦、向他看齐呢。这安尼连地拉下台，你知无吼、哦？啊，咱好不容易足有福报的吼、哦，会当拄到这个机会，讲去吧。民政府做一个政务官吼、哦，咱爱吼、哦、健康食饱，伊做较长嘞，好无？哎，咱吼做愈久，领愈济啦吼，啊，食愈久，领愈长啦。所以讲，莫讲吼现卡现好安尼吼，啊好就好咧。啊，若像迄个刘县长安尼吼，啊，咱我看足济伊也用袂着，咱嘛是唔好啊吼。咱爱适当的惩罚吼，
不能过于严重，处罚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改进错误，不能对不公平而引起的报复心理，这很重要哦。咱现在做长官的吼，动不动有很多咱的部署，包括这阵吼，我们刚还没有结政，结政前的时候，咱嘛是有各州在发号施令嘛。哎，啊来，恁都爱来报道，爱来读书会，爱来报道嘛吼。啊，你袂使讲啊，我无来报道，啊，我就一定甲伊抬掉吼，一支关刀夹条条吼。啊，恁若无来，我就甲你抬。哎，啊叫袂赴人抬呢？你敢知？咱咧叫做歹叫的对无？啊，若动不动就讲这个抬掉，啊，咧抬掉吼。啊，这个我无欢喜，还是无照我规则就抬吼。这个是犯大忌吼，大忌吼。咱吼，这错误吼，是引起后摆啊报复哦，小心报复哦。你即摆官做遮大无唔对啦吼。但是你光个人无法度哩，人暗个敢无法度哩。你而且咱做政务官，咱做一个官，咱就是讲父母官嘛。前面的父母，我们一定要自己听入去，感受进去。咱就是所有的人的父母，我们要有那个慈悲心。每一个人的囝都是咱的囝。如果这个囡仔较歹教，咱爱有心，感觉有这个慈悲心，教这个人道教，教你的囡仔道教好，袂使讲这个囡仔了有差错，克一个，让伊无前途，永久这个囡仔无法度翻身，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而且非常罪过，是不是安尼？要人同此心啊，心从处理啦吼，咱。别人的子也是要当作我们的子，饲子不简单，什么人要去饲坏子，什么人要饲不乖的子，那孤不义中。但是我们如果有知影的时候，我们要大家回节来好好来调教他，给他机会，因为是他不懂，不是什么说最大恶极吼，咱无需要讲家用电的啦吼，所以讲呢，每一个人的囝都是咱的囝，咱好好啊栽培咱的部署人才，让他有前途，让他过得很好，阿伯啊他再回去照顾他的父母，嘛是咱做父母官的责任。如果伊一个囝仔，咱啊无家栽培起来，让他折腰掉，他那一家要看谁？咱爱有同理心啊吼，爱知影讲，如果这若咱的囝，伊囡仔出去，头家是头路啊嘛，啊后摆啊咱食老，咱要看谁？吼，爱有同理心呐、啊。所以讲，咱的部署如果有犯错，咱袂使随便讲家切掉，害伊行无路，害伊去杀人，害伊去做歹事，是因为你而起，你无给伊机会，你无家教育。哦、没有教导他，就随随便便把他砍掉，这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事情、哦哦、我一向这个我很注意在社会上、哦、我可以说行医五十几年、哦、很多破病的人都是因为孩子不乖啦，所以他们烦恼啦，为困不起啦，为破病都是小孩子给他的压力，我们要有同理心。我看病看到说叫恁囝来啦，我无爱看你，我看恁囝，你知无？啊，我着爱叫来边啊，你爱较乖咧。啊，恁妈妈就是为着你啊，才会规身躯病。啊，你若安尼较生来咧，较乖较听话者，恁妈妈唔免食药啊，都好啊。啊，真正的呢，啊，事实的呢，看到吼，看到伊较讲咧讲因囝吼，啊，所以吼，伊的病就是因囝引起的啊。咱人吼，诶，这个意念吼，控制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那是事实的问题啊。所以讲，我们整个细胞器官是掌控在我们的意念当中。你有好的思想，你有好的心，你每天讲好话，
经过你的八四天中去转换，绝对是正面的，你就没有那个负面的负的气场起来。所以说怕到癌症的人，我在这里教你们一个方法，你每天想的都是很高兴的事，都很好的事情，你的细胞马上活化起来，绝对不会继续破病。你每天埋怨，每天生气，每天那个人不是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绝对你的废气很多，你的自由基产生起来，对你的细胞的伤害就变癌症。所以癌症不是什么细菌病毒呢，那是自己的免疫力不够，而且你的废气太多，引起你的细胞萧条啊。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细胞不简单呢，要全方位的营养，要经过最初的三个月，以为六个月，我们的积水要两年啊。你如果没到那个时间，你烦恼没到那个时间让他借助，你也救不活。而且人的细胞60兆细胞啊，你如果存25兆的时候就没有生命了，活不下去。一间厝啦，讲你存一个人尔，都活不下去，安尼意思啦吼。啊，你本来都五个人，啊，即马存一个人，没有办法撑啦吼。啊，即、这个无法度负担，安尼意思啦吼。啊，这个是有关健康问题，咱是吼加减啊讲尔吼。来，咱即马来下一条，表扬每一个进步给你的下属，超出他层级高度来评价，给予感到一种荣誉，让他更卖力工作，需要一个技巧巧妙的主意啦。就是说咱爱靠度量呢。我现在发现我们台湾的社会非常糟糕，都没有随喜心，没敢阿乐，没有随喜功德。你如果说一个人外高他绝对跟你进一步，说到他外面多外面多外面不敢学了啊，啊，拢感觉伊上牛尔，那学了着别人都袂使，一定爱学了伊啦。吼、哦，这足凄惨的呢。我在日本吼、哦，来来回回40年吼、哦，日本人的习性跟我们差很多呢。所以咱要安那做日本人，所以讲到时咱这种的习性吼、哦，咱日本人会透气呢。吼、哦，所以讲咱一定爱来改善吼、哦，一定爱有礼貌。人呐，一个有礼貌吼、哦。尊重人吼，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哦。咱人就是无礼貌，甲袂尊重人，袂尊重人安那？你娱乐人的时，伊嘛袂甲你斗娱乐呢。伊会一直讲嫌，一直嫌嫌，甲讲，唔是伊较好，是我较好安尼吼，才会遵守。这我感觉足奇怪的代志呢吼。啊，明明都一个人真牛，啊你唔爱甲娱乐，啊咱这就是讲，你部署你若做。有一点啊，撑基础啦，你一定爱超出这个的鼓励的范围，改娱乐，娱乐比伊安尼个较好，让他更高兴，而且伊的效率也提升嘛，和伊个再更加拼命去为你来做啊，吼、哦，所以讲唔好干那用咸的啦，吼、哦，啊用咸的是无效果啦，用咸的吼、哦、做较好，人会讲啊做较好都相共啊。做较好，你嘛得闲啊！我开得做，我得用用尔，这样子你就失去一个卡手，吼、哦！所以讲吼、哦，对部署要适当，可以欢喜安尼吼。三种失败的方法，咱这上面讲到这里，我们就是结尾就是安那，你用强迫、用威胁跟恐吓，大部分拢是安尼哦。长官，你看咱台湾的长官大部分拢是安尼哦，拢是用强迫的方法哦。你爱去甲创啥，你爱去甲创啥，迄叫做强迫嘛。啊，人日本人讲，哎，お願いします，伊叫你去做啥嘛，佮甲你讲，请多给我帮忙啊，你知无？啊，咱即马唔是咧顶官的足大呢，人因日本人吼、哦，你若一个头家吼、哦，伊讲。感谢我今仔日有一碗饭做，是你甲我斗做的呢，应该要这样子才对啊！吼、哦，敢那想讲国民党领钱，讲咧感谢因国民党呢？吼、哦，迄个18%，哎，感谢咱人民唔才对，吼、哦，
所以讲哦，拢权威啦，那个叫做权威自大啦，吼、哦，啊啦，用威胁个更恐怖哈、哦，啊个用恐吓的哈、哦，你若无甲做好，你试看卖咧，哈、哦，你试看卖啊，当做桥安尼哈，这种的哈、哦，比共产党较歹哈。咱绝对吼、哦，这三项后摆啊，咱民政府所有的同仁都不能用这三种，好不好？好。嘿，我相信咱内底嘛袂啦，会来的人拢真聪明。那这吼、哦、做落去，拢一定防，唔是别人防死头路啦，长官的死头路吼、哦。讲要共死守，家己先防死啦，吼、哦，拢是上会安尼啦吼。爱注意这啦吼，给予部署卓越的能力，咱做一个主管要给方法，给他的思想啊个程序啊新观点，所以你做一个主管要叫人去做代志，你一定要方法给他，这用安那做去做，去指导他去怎么样做。你若袂向讲啊，你我问你。你是要安怎做才好？也许他有比我们更好的方法，对不对？哦，所以你呐，咱派去的机构，如果我们不懂，咱就讲啊，我即马要拜托你去做这个，啊，你是要安怎做？讲予咱听，咱嘛先煞学起来。啊，你呐有感觉讲，这个安尼唔知对唔对？也许你会使暗地去请教专家，讲，我即马要叫人安尼做，伊讲要安尼做，你看安尼效果好唔好？咱会当，吼，初阶段咱会当暗中去恶报一下吼，问一下专家吼，啊那唔对咧，我们再给他修正方法，啊给他的思想讲，我即马要阁叫你做诶，是到底是什么款诶想法？才会安尼，所以讲袂使漫无目的，而且没有想法的做法，吼、哦、啊，爱有一个程序嘛，有一个步骤的对啦，吼、哦。然后要给他新的观点。咱如果要去执行一个任务的时阵，一定是要更新，要更进步嘛。安尼旧的就唔免啊，人就是安尼顺顺啊做，你就不需要你下达命令嘛，吼、哦。所以讲。一定新的，咱就是要有这几件的条件给部署，他才能事半功倍啊！吼、哦，啊，你呢？如果没有随他去做，吼，啊，公公的去做，然后做你也无去加监督，我看是袂当达到好的效果啦！吼、哦，所以讲安尼嘛是会差去哈、哦，找到最好的时机，选择时机不对，事倍功半呐、啊。都变哈，时机对则事半功倍了哈。所以讲，要做代志，嘛唔是什么时机、什么时候，拢总赶快咧做一个代志啦。如果咱若是有要叫人做哈，就因时因地，赶快无赶快的发号施令哈，咱才会当达到真好的目的啦。哈，啊来。特殊的要求，需时间和耐心，要慢慢地做，做给生根发芽的机会，切勿急躁。哦，咱今嘛的比喻讲，我们民政府七年前就开始有这个目标，是不是？咱总耐心等到六七年啊，才会当发芽嘛，哈、哦。啊，有这个机会也生根嘛？像我们的根已经扎实了嘛，哈，我们是在临门一脚而已。这个过程啊，你一定袂使急躁哦。长远的计划，一个目标啊，一定不能急躁。好、哦，茫讲哦啊，我讲的随迄落呢，我甲真侪人讲吼，咱民政府吼、哦，伊会讲，哎呦，开遐慢呢。我讲啊，无你较敖，你来升迁。你较敖，你来做较紧一个啦，换阮对你啦。会改成功咧食蚵仔面线呢？吼、哦！啊，你无你爱家己看你有什么能耐，你的能耐呐比我强，我跟你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喜欢讲大话，吼、哦，无耐心，佮无头壳，敢那样讲，凊彩讲讲的安尼吼。
我们做一个主管一定袂使安尼啦，吼、哦，讲落你爱知影讲，这做落的艰难在哪里，不能随便批评个，甲部署讲，哎呦，你该这憨慢呢，啊来做这慢呢，啊无你家来做看卖啊，对不对？有的部署较高贵，伊就甲你讲，无你来做看卖啊，吼、哦。啊，做看卖，也是你做甲比人较烂嘞，啊，迄毋着足闹亏的，所以莫随便讲嫌啦，吼、哦，随你要讲嫌的东西，你爱比人较会晓啦，吼、哦，啊，若无安尼，就是无合格的主管啦。哎，管理是要调和啦，吼、哦，解决复杂的人事关系，吼、哦，领导者不能畏惧还退缩，吼、哦，咱。这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啦，那敢那吼三五个人都非常侪意见啊，对不对？所以讲吼、哦，人嘞吼，每一个人头壳底拢无同款，伊的习惯动作嘛拢无同款。但是修行者讲吼，卖有分辨心啦，绝对会分辨的啦。咱无练到遐牛的时，大家拢会分辨。但是就讲你分辨没有关系哈。你知影迄个安怎，迄个安怎，不要随便开口去分别啦，去甲伊断言安尼吼。所以讲吼，咱若要处理这个代志的时阵吼，真济部署会冤家嘛，对不？会讲伊较唔对，伊较对，伊较唔对，伊对答安怎吼？啊，斗甲一大堆，你听甲规迄落，你要怎么去解决方法？就是一定要和谐公平呐、啊。吼、哦，安尼啦，像讲以我的经验吼、哦，来哦，恁三个在冤家哦，来遮，你讲，哎，伊是安怎？伊是安怎？安尼敢会问出来一个什么结果？伊嘛唔讲，伊嘛讲，伊嘛唔讲，实在话，一个一个叫来讲啦，一个一个讲，你听起来，伊讲安尼，伊讲安尼，伊讲安尼，到最后你才知道出在哪一个地方。有的人较客气，无要讲到到底嘛。啊，有的人是碰风讲到超过嘛，吼、哦，无事实的代志，加添几句啊落啊。所以讲呢，听话呢，绝对袂使听一遍。以我吼、哦、社会经验，我好即吼，台湾人耳康轻还加足惨的，你敢知？耳康轻呢？所以讲，咱有七孔，可能用一孔了，哟。啊，头壳唔用哦，是哇，对唔对？啊，智慧无要摕出来，啊，敢那耳孔听落就讲相无好，啊，你就甲这个甲拆掉啊，啊，包死个家己生死啦。即咱即台湾社会吼、哦，为什么有反叛分子？讲咱是诈骗集团，啊，是因骗很大，还是咱骗很大？他们叛骗很大，你讲拜师学艺吼，啊，都也未出师，都咧变师傅，安尼是相对相唔对，安尼袂用看。啊嘛是足侪人对出嚟呢，吼、哦，迄就是听一边话啦。咱人吼、哦、要听话啊，听两边听了，家己经过分析，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啊，若唔知，搁再去问人，才会当做评断啦。所以讲吼、哦，咱做一个主管，部署有问题，绝对不能随随便说，低上唔对啦。绝对有时候是错误。那么你帮助坏人吼、哦，来欺负好人吼、哦，你好人死了了，歹人存一堆，家己保证生死，啊对不对？吼、哦，这足重要呢。吼、哦，啊，咱台湾唔知安怎，就是足爱听人的话，啊那人讲较好听，就听落，啊鼻啊梗咧就去啊咧，啊足凄惨的呢，这种的吼、哦。非常没有理智，而且没有智慧的一种行动啊！哈，所以讲，在咱台湾产生，为什么被国民党啊管甲这么乖，就是拢这个耳孔害着啦。耳孔看到，目睭伊无去看啦，对不对，师傅啊？无用目睭看，无用你用无用智慧啦，拢总是耳孔听听国民党啦讲安尼，咱就听安尼啦。啊听听拢心煞甲懊恼呢，吼、哦！啊不但讲吼、哦，无去甲讲，哎、欸，伊安尼唔对，搁甲懊恼甲得志啦。咱台湾人就是安尼，真弱啦，吼、哦！迄要讲吼做，诶、欸，我甲阮
伊就讲这号做故意啦。阮妹妹啦，我妹做老师讲，姐，这个不是故意啦，那是笨啦，你知无？他是笨啦，吼，唔是故意啦，吼，哦，哟，无头壳啦。哎，那个完了吗？哎，阿伯。这个完了吗？好，这样哈，十二条啊，第十二条哈，那民主和果敢地运用权力哈，是领导工作最重要的两点呐。咱就是讲，一定要有迄个气魄，果断哈，果断是 JQ 啦。一个人是不是有机会 有智慧是 JQ， 那么 JQ 是一个人的格啦，吼，咱这个果敢吼，而且吼爱适用伫个应用在权力的权力内底，你若无智慧吼，乱用你的权力吼，就是绝对无适当吼。那么呢，是领导工作上界重要的两点。你一定要用智慧，一定要用你的判断力。咱的判断力吼，为人哦，足差的呢。你甲讲想一步，哦，为人讲我搁想看卖啊，我搁想看卖。如果这样子不能当主管哦，吼、哦，你就爱讲，哎、欸，我做较低的倒吼、哦，我听人的就好啦。唔通讲是你要发号施令给人啦吼、哦。所以讲安那呢，咱如果呢？要做一个领导人，你的智慧一定要拿出来。每一个人有是无去发挥了，每一个人都是有智慧，不是无，就是没有去运用啊。你自己没有提高警觉，把你的智慧拿出来，然后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判断，判断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就是他。本身的能力在哪里？判断很重要的啊！一个人判断能力歹来讲吼，他的智慧很低，而且你要做领导人吼，常常会踢到铁棒，因为我们的部署势必以后的事务官有的几十年的经验，你要去主导他，你家己爱较软的、较客气的、较和蔼可亲一个吼。你唔明讲，哎、欸、啊，我来我就是主管吼，你什么都不懂，而且又智慧比人家低，而且知识比人家低，俺就用看破卡手。所以讲吼，咱如果那边咱就是要勇于学习啦，勇于学习的话吼，人家还不能看你扁，吼、哦、一阵嘛，咱那拢会啊嘛，咱就无遐闹亏啊，但是无遐闹亏啊，茫茫计较。讲哦，安尼我啥物拢捌啊，我即马会使开始大声嘞吼，最好拢卖啦吼。你阁足敖嘛，卖足大声，嘛是拢较客气嘞安尼吼。你去位置会当坐较悬。我即个方法吼，会当予人讲吼，食甲老老老，你做甲长长长，没有问题的，遵照这个守则去做哈。啊，如果那无的时，我拄啊讲只缺点，如果有的人吼，小心一点啦吼，自己真正吼。会失去这个机会了哈！如果来，咱十三哈，谁是麻烦制造者？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就是讲，咱部署难免有很多拢是麻烦制造者啦。哦，就是讲啊，无话讲加热的也有啦哈，话无话讲加热的有无哈？啊，话是穷紧张的也有啦。啊，话是讲吼，即、這个讲一定要拖着裤子去放屁的啦，有啦哈，哦，那是很难听，但是确实有人是这样子啊。你就是安尼做就好啊，伊就唔免讲得爱安怎安怎。迄每一个人的心思跟想法做法就是不一样，你会觉得很烦呢。啊，很烦怎么办？你就是一定爱看会出来哪一个人安尼。防患未然，在他
还没有去实行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指点指点啦，教导教导啦，要叫边边去讲，不要当着面吼。很忌讳的一点，你做人的主管绝对不可以众人的面前去批评一个人，伤掉他的自尊心，那个是比他的用刀捅一刀吼，更加难过了。好，咱人吼是一个民主尔嘛，所以伊有唔对，你袂使讲当众去把他斥责他啦，吼，这足重要诶，找时间跟他沟通沟通啦，吼，啊那阮孙仔咧教囡仔讲要来去厕所沟通沟通，伊就知啊啦，皮爱垫脚安尼吼。好、哦，咱就讲啊，找机会我们来沟通沟通就好了哈，袂使当众去骂你的下属，好几个欢喜，几个不欢喜，这个也是非常犯了大忌哦哈、哦。所以讲防患未然，足济迄是麻烦制造者啦。啊，搁有哈、哦，就是讲哈、哦，解决捣蛋分子啦。他是否妨害别人，而且对团体造成伤害，虎视眈眈，想尽方法让领导人为人机会教育哈，缓搁一级，制服捣蛋哈，滥权分子才不会把组织垮下来啦。好、哦，咱拄则教讲，咱爱看人诶，咱爱安怎去对付咱的部署？啊，你对部署非常好，非常的。为人好，好要搁较好，软土深骨嘞有无？咱即马反过来，咱爱研究一步，要安怎对付这个吼？迄乱七八糟的人，要安奈对付？你要不能适得其反吼？所以讲吼，这个滥权的分子，就是伊嘛是有一个管理，他也有他的权力。虽然伊是咱的部署，他还是我们的政务官啊。吼、哦，那是一个团队有一个指挥嘛，但是下面的部署还有几位。我嘛跟伊差不多。咱台湾人吼、哦，你那是吼、哦、出国的团队，你去遐看卖下。我拢有度过吼。即、哦、马啊酒啉落去，阮的董事长安怎，阮的头家安怎安怎，讲予一挂人听，批评甲袂听，这是台湾人上大的歹处。日本人一个团体出来。伊的部署绝对不敢讲他长官讲伊的歹话，无人安尼啦。啊，咱台湾人足奇怪，足爱伫别位批评迄个长官哪里不是哪里不是，好像他都很行安尼吼。这得换季啦吼。但是咱即马吼，就讲捣蛋分子吼，要互你做袂落去，要互你下台咧。为人只是他要出头嘛。以不断的在上司面前、哦、说你什么不是，就是迄块伊换伊要坐嘛，这是经常的代志嘛吼、哦，恁拢知影嘛？我即马五个中间我做班长嘛，伊嘛想要做班长啊，吼、哦、都谁不服谁嘛吼、哦，一定伊百般甲你挑难，互你做袂过，还是不管是都去斗顶管，讲你哪里做不好，这一定会拄到对不对？啊，恁有办法无？有啥物办法无？吼、哦，啊，无咱过来看下底吼，看卖啊吼。在人上多操心呐、啊，所以讲吼、哦，对事情就少发愁，越是负人情味的吼、哦，做出超出的事情吼、哦，忽视人性的人吼、哦，工作会陷入僵局啦。就是讲，这种的人呢，那我拢先用软的啦，吼、哦。人就讲吼，隔壁亲家讲，你所爱冤债啦吼、哦。你对伊好好甲吼、哦，有一天伊会感动，但是要适可而止，卖予伊讲。当家你无法度翻身，伊就甲你拗倒伫遐啦，吼、哦。为人软土心骨嘛。你感觉伊唔对，你甲用劝的，伊无爱听啊！伊搁变倒转啊，看你衰败啊！足侪这种人对无？嘿，啊，这我们礼貌上，我们就是一定要对他很好，对别人搁如何，对伊特别甲学咯。啊，那是有良心的咧，伊随时会改进；无良心的，变本加厉，
伊感觉你软嘛吼，啊，咱就叫来便所边啊吼，沟通沟通啊，吼，是毋是？也是要给他颜色看呢。那无讲出来，郭会长遐，咱来沟通一下吼。我是人际关系非常非常不错的吼，我嘛要过会拄到瓶颈，啊，那不要紧啊，咱来沟通沟通嘛。我哪里不好，你哪里不爽嘛？吼，啊，无咱来讲讲诶，那该我唔对，我该回失礼啊吼。啊，咱继续合作嘛，对不？啊，那最好不要动刀动枪的啦。那吼，对唔对？啊，对不？啊，无沟通，为人无沟通，伊嘛想讲咱软卡下呢吼，对唔对？有时候吼，该沟通也要沟通啦吼，啊。所以讲吼，伫人事关系，你如果搞不好，规工拢伫咧乱遐代志吼，都无法度去进行任何事务啊。所以人际关系做得好，团队吼，吼一鼓作气吼，大家人安尼做甲热扑扑安尼吼，足认真啊，足和谐吼，不然逐工伫遐伤脑筋，你才有成绩啦。所以讲人际关系搞不好，下底个代志足乱的，拢无法度做代志，那个会影响我们的效果啊！这足重要的，足重要的啦。哦，如果万不得已啦，哦，沟通以后再不得已啦，请他换个位置啦，哦，换个位置，请上司给伊换个位置，讲给伊调较大的，给伊做较大的啦。啊，无咱即块给伊做，安尼看好无啦？换伊来做看卖啊，吼，哈，换伊做看卖啊，看会较牛无安尼啦。所以讲，这个一定，无你伫定定伫内底底乱吼，啊乱久整个组织垮下来呢，怎么办？损失是大家的哦。但是伊无安尼想呢，他只想到自己嘛，伊袂讲啊，这安尼影响大局呢。所以讲吼，为什么会乱，都是有自私自利的心啦，吼。那毋是要伊的权要拉较大，就是伊的利益要较大啦，这两项尔嘛。利益跟权力嘛，吼，所以所有的人呐，是这两项吼去下放下吼，拢袂甲人有啥物争端呐，吼，对唔对？对不？吼，安尼吼，爱注意啦，吼。即安尼讲完啊，吼。所以讲，即几条的代志吼，咱举例看看，咱有同心吼，拄到的啥物代志，咱会使。提出来怎么样解决方法？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无吼，咱即摆还阁有20分钟嘛吼，20分钟，咱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或是管理方面吼提出问题啦吼，啊，怎么样来研究？吼，啊，那无我来。介绍一个吼，咱诶妇女会吼，诶主要纲领跟这个目标吼，吼大家人吼，这是点招的课程啦吼，啊但是我今仔日可能讲了有较紧嘛吼，啊所以吼题目无介济，你可以用那个领导者PowerPoint， 好你无迄落哈，我讲吼，咱即摆吼。那个者的领导须知哈，咱过来练一下，迄有30几条啊哈。拄只只的问题，敢有啥物问题？来，我先介绍一下哈，咱妇女会，我们妇女会的这个纲领跟政策哈，稍微知道妇女会要做什么哈，较袂外口哈，拢用药的啦哈，咱即摆妇女会的目标哈是要遵循国际妇女理事会哈，妇女理事会就是我们的那个联合国。妇女总会安尼意思哈，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加强外交哈，啊，提高政治的交流了哈。所以妇女会的最高权责是
要跟国际接轨了哈，我们拼外交，然后拼经济，然后我们的功能哈，那那功能妇女会是要协助政府的政策去落实，落实照顾老百姓人民，为家庭跟社会谋福利。啊，咱妇女会是做社会局做无足的，咱来该补助啦，该补助辅助他，哎。不足的部分啦，吼，所以讲吼，咱妇女会的第三个目标是讲吼，性别吼要平等，我们争争取女权啦，吼，啊，妇女要争取应有合理的权利啊，所以妇女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讲说吼是第三势力啦，吼。哎，黑白两道，另外搁一道出来了吼，吼，咱就是讲这个，我们是善道的吼，就是照顾照顾啦。咱就是讲家庭的暴力来讲吼，咱是协助政府来保护咱老弱妇孺啦，吼，这是妇女会要做的工作哈。所以讲，本身那是女性来参加妇孺会，她本身就受到保护了哈，就是你。对这个职务会当开始迄、那、落、個、哦，啊，咱即马PowerPoint 出来，咱吼、哦、来讲这个妇女总会这个妇女总会不是，咱就是2012年哈、哦、7月29成立的哈。哦为不谋福利社会服务团体，以增进妇女的团结，密切联系各阶层的妇女，关心社会，服务社群，办好妇女儿童教育与福利事业，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的哈，这就是妇女会的功能啦哈。南极吗？我说那个，领导须知啊。领导须知，领导须知，这记得教我有嘞哈。所以讲，要提升妇女的士职与教育。古早人讲哈，贤男淑女唱楚进，不必不求万家兴呐。查甫的那贤，查某的淑啦，就是讲大家拢是照安尼行来讲哈。人万家拢会兴呐、啊，所以讲，咱即马吼提倡这个，跟古代我们的教育现在差很多了。吼、哦，咱即马吼，讲男号做宰男呐吼，啊女孩子讲号做强，无啊，讲号做女强人呐吼，吼、哦、女强人呐吼，啊我是讲爱做强女人，不要做女强人呐吼。女强人吼、哦、是一个口号尔，啊，互人话要惊死啦吼、哦。啊，你呐强女人吼、哦、是伊足强的啦，但是伊表面是真谦虚、真娴熟安尼吼，是比口较好。是讲，这虽然这话语，但是意思不同啦、啊，哈、哦。所以讲呢，咱爱提升咱的素质教育啦。即马咱的查甫的拢娶无某吼，看无一个介意嘛吼。哦这我拢讲到恁的心声哦，是安怎呢？大家拢查某的拢熬到要死的，对不？伤熬对不？熬到恁会惊，唔敢娶嘛？啊，咱规气娶外国啊，较好管嘛，对不？啊，台湾的查某熬到安尼，无人要娶，安尼是好事还歹事？歹事嘛！啊，咱吼。物尽其用呢，咱拢去迄落外销，拢进口的呢吼。啊，即马台湾女人要配去对啊，所以即我妇女会吼责任足重的呢。后摆啊吼，拢爱加撮合呢。啊无吼，拢无完满的家庭嘛。咱台湾的社会即马崩盘，你知无？无人要结婚嘛，无人要生囝，啊，这代志大条无？哦，足大条呢。所以我妇女会吼负担足重的。后摆啊，即每一个人。要安怎让伊幸福哈？在男生也要好好来用心配合我们妇女会哈。我哈用心伫遮要教育女孩子，让她服服帖帖怎么样对待老公，安尼好不？
老公回来吼，烫鞋啊，提报纸来，搁倒一杯茶来，安尼好无？好、啊。而且他在事业上搁会当吼半边天呢吼。啊，但是足侪人甲我反驳呢，足侪人甲我反驳吼，我手拢流啊，拢软去啊，你敢知？讲妇女会吼也无需要啦，哎，妇女会卖伫啊咧拉高差安尼吼，所以我还脚软手软咧。啊，伊毋知影讲因兜的族人甲因的族囝吼，我要甲教甲安尼，互老公疼命命啊，大家官学落甲会得志安尼，因无爱。哦，这足奇怪的代志对唔对？我实话实讲啊，我都有碰到瓶颈啦。但是我好心啊，唔是迄、那、落、個，阮兜的囡仔，阮家家吼，你去探听看卖啊。阮的因的大家官呐，看到我讲，陈母你是安怎教的？哦，有够乖。啊，阮就是安尼教起来啊。因为我大部分我是细汉看收入做伙大汉的吼，阮大家拢总是诶足和蔼可亲的啦。吼、哦，啊，说落去吼。我伫日本吼、哦，来来回回40年啦。人迄传统的吼、哦，传统的女性还是对老公非常尊敬嘛。啊，安尼，咱查某会吃亏无？绝对袂吃亏，因为男女分工合作吼、哦。日本呢，查甫人一定趁钱啦，查某人一定教育囡仔、照顾是大人啦，吼、哦。安尼分工合作，如果你离婚20遍，同款遐工课，查甫的趁无钱，搁送报纸，吼、哦，去送豆奶，嘛是同款钱爱摕转啊，迄是因的习性，他们觉得因是应该做的。啊，咱即马呢，查甫的毋是毋爱去做哦，足可怜哦。即马台湾的查甫的可怜安怎？你若无背景、无资金啦，你讲？你要去找什么头路吼？很难，唔是伊唔去做哦。查某的凊彩因都有头路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变做查甫人吼，无尊严啦。啊，这钱拢我在谈啊，你说什么我都不听你呢吼。啊，变做讲以钱在做人。查某人若在赚钱吼，哦，徛到查甫的头壳顶去，安尼绝对唔对。那我妇女会我反对。查甫是天，查某是地，地当然是爱得人听，钱爱交来嘛，对不对？咱妇女的查某，哈、哦，钱一定爱交来嘛，对不对？啊，我厝做好，啊是大人顾好，囡仔教育好。如果你那囡仔顾无好，这个某顾无好嘞，你的后代子子孙孙拢歹，绝对无状元，安尼有凄惨无？落呢，哈、哦。所以咱这个某嘛是爱甲顾好，要哪顾好？你认真去赚钱，家庭费用摕转啊，拢爱给某。除非这个某在敢跋筊，咱就袂使啦吼。吼，恁当别论啦吼。啊，那无咧照顾囡仔去敢发财产吼？啊，照顾咱的是大人，咱袂使讲吝啬，讲钱拢家己提咧呢吼。啊，那某要讨钱吼，吼讨甲安尼三更半暝嘛讲无吼。啊，若去到小姐遐，讲要偌济啊，拢弹去安尼吼，啊嘛袂通啦吼。所以吼、哦，一定人就是爱分工合作，爱有良心做人啦。啊，女孩子咧，咱对老公好，就应当的咧，伊去赚钱来给咱嘛吼。啊，咱就认真把厝顾好，把囡仔顾好，这家庭若圆满，社会才会平静嘛，对不？啊，你没有从家庭开始，社会袂平静，一个国家怎么搞？要怎么搞？每个人当官，你不管理这个事情吼，啊，厝乱七八糟，你厝都顾袂好啊，啊，回去拢在冤家，到半暝明仔载要哪上班？是不是安尼？所以我们的一切习性跟思想一定要来改革，绝对要来改变。好好，日本吼，伊是法律内底都有规定啊，男一定要去工作。一定要付生活费，女孩子生活起居教育，你无论你搁这边的囡仔放的，你搁去嫁甲几个，这边你嘛是爱家顾好，安尼才袂乱去呢。咱台湾唔是咧小姐抢吼，啊各家呢会用小牌吼，拢要是要抢迄个囡仔呢，啊抢来也要做老爸，也要做老母，
啊，有的啊，要做老母，啊，要做老爸，拢做袂好势嘛。那个以后要调整，上做袂好的拢来我遮登记，吼、哦，无某的配一个某给伊，无翁的配一个翁给伊，安尼好无？哈、啊，对不对？一定要爱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啊，无除非就像师傅啊嘛，修身养性嘛，对不对？吼、哦，出家嘛，大家拢去出家嘛，啊，囡仔嘛拢带去庙寺嘛，啊吼、哦，啊那是无一个完满的家庭，大家拢足歹过日啦。阮这老人啊，拢了解啦，对不对？吼、哦，所以讲一个人在一个家没有一个温暖呐、啊，绝对做不了什么好事。包括咱吼讲四千个啊，会使讲我听好保证啦、啊，一半以上都是没有家庭。这足足乱的呢，咱台湾呢，四对讲都有三对离婚啦、啊，对不对？所以讲这真正严重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跟政府的政策有关系啦，对不对？是国民党敢害的，对不对？你如果福利做得好，会这样吗？你那是囡仔敢带去饲，像外国？你幼稚园，咱这幼稚园读册吼，是不是？恁拢趁无通让囡仔读册，比大学较贵呢？啊，这政策唔对嘛，会用收税尔，袂用福利啊。囡仔敢顾好，咱搁九年的教育嘛，搁免付钱嘛，咱有付钱无？有嘛？伊讲好做国民教育呢，靠国民教育，大家嘛在立钱对不？啊，这拢敢剥削个？查甫人安怎赚都赚无够行开，冤家变母会走去安尼啦，是不是？头一个就是安尼嘛，吼、哦！啊，你母无钱行，要逐工要叫伊讲吼，无米之炊啦，翁摕转来钱无够囡仔入册啦，要安怎过来买米来煮啦？啊，我煮好离家出走嘛，离家出走，我敢那赚我一个尔，啊，囝你生你家己去顾啊，做姐姐安尼嘛，啊，话干脆吼。我家己出来混看会较好无？囡仔我该顾嘛，啊，就变做安尼嘛。这是谁造成的？这社会的福利无好的关系呢？啊，老人呢，若破病吼，去到病院吼，人日本是，你送去到病院，拢是护士在顾呢。啊，咱这摆唔是呢，咱厝就看几个兄弟啊吼，啊，一个摆去食头路来遐顾呢，啊，你敢无专业？病人唔是顾伊食饭放屎尔呢？对不对？啊，咱台湾足可怜，拢顾食饭放屎，等看伊第一工要死尔呢。啊，你有可怜无？你爱专业人员上无，伊袂好嘛，爱顾予伊轻轻松松往生，非常舒服啊。你无专业是要顾安怎的？吼、哦，你应当讲送去病院，你就是政府爱派人专业的伫遐敢顾呢。啊，无咱纳税金是咧纳安怎的？对不？啊，咱敢有法度甲问讲啊？阮纳税金是咧纳安怎的？啊，无法度嘛，大家拢讲无法度嘛。咱即马就是有法度，咱即马出来的人就是人有法度。有的人要待遐等死尔，咱无爱对唔对？吼、哦，咱无要等死，所以讲咱爱家己行一条路出来啊！吼、哦，咱即马病院送去，拢总是免费的时间来尔尔。啊，是毋是讲即个钱嘛是政府去出，健保伫出嘛？吼、哦，咱即个年轻人吼、哦，你正会当轻轻松松来食头路来趁钱呢？而且人日本呢，趁钱即马咱的几倍、两三倍啦。咱即马啥物二 K 啦，啥物都咧囡仔朴素出来的阴谋，这是啥物原因？政策的问题啦。伊安怎呢？叫头家拢请迄个临时工啦。在个也无爱哦，吼、哦！啊，你若要来食头路，你万别看袂无，我都甲你请啦。啊，安怎？像汝个光讲一年啊，赚到百万对无？吼、哦，我看到迄新闻影着啊，无啥清楚，反正几了百万。但是安怎？伊个员工吼、哦，薪水都不加。啊，公务人员摕咱个税金个吼、哦，一直加，迄就是咧白条啊卡啦。吼、哦，你应当讲像日本。你这间企业，你一年赚偌济？员工大家拢爱有分哦，唔是你头家，你头家是出资金，你较大份尔尔呢？
头家要为公司提薪水出来用，有哪爱经过因的会计师鉴定呢？你袂使领空空白起来走，明仔在遮的人拢，咱台湾拢安尼嘛，拢伫遐咧抗争嘛，连过年都无钱通摕，无钱通过年呢。啊，咧成头家成家安尼，因就是咧绑庄嘛，官商勾结啊。你日本吼，你凊彩，我一个水电工吼，我请一个。你要做一个公司，你一定爱一个新罗伊个保伊个迄个善良会吼，一定爱寄咧银行。万一你头家雄雄死去，人即个人至少六个月，甲伊个退休金，你请几年个退休金爱藏伫遐。咱毋是咧，咱个会计师是替企业节税对无？吼，替迄企业伫节税吼，啊节节个拢是安那？工人，逐个人拢啊，都秘书长讲的讲，即个红蚂蚁甲黑蚂蚁安尼嘛，啊，专门拢替因做工课尔尔，啊，食饭，逐个吼，即阵外可怜，我若讲讲吼，啊，迄顾食饭都袂赴啊，哪有咧顾迄啥物政府，安尼有可能无？绝对是政策的问题嘛，啊，你政策是安那？我要插，是安那？我读医的，我要来插这個。我真正哦，看到无钱通看病的吼，放护士的一大堆啦，一大堆呢。啊，若去病吼，比菜市啊较闹热吼。那有管理的人床啊占条条，迄临级的吼，咱的迄落东区宣达团呢，啊，讲去迄落慈济遐吼，急诊啊要开刀啊，搁排无床啊位咧，无门床位呢，迄是啥物问题？政策的问题啦。你无需要的吼，一大堆都遐占位呢。伊甚至伊有保险呢，逐工要领两千，要领几千的遐啊，吼，啊，就安尼出去，才搁入啊，搁嘛是搁定调的。人的心嘛有关系，政策嘛有关系，吼。日本人绝对安尼袂安尼，伊那是无真正破病，伊袂去甲你摕一个药啊来浪费。咱台湾人摕一大包回来等讨工呢，吼。所以说要经过教育啊，良心啊，良心啊，而且咱的习性无好，拢无感觉讲迄是伫作孽呢，吼、哦。因为安怎，顶悬也无好，下底也无好啊。咱讲实在，但是咱一定爱绝对好。咱家是经济啦，吼，从我们做起，一定做事情啊，绝对要凭良心呐、啊，吼、哦。啊，你政策好，对配合咱人呐好，吼、哦，这个国家唔才会兴起来。啊，拢乱七八糟。哦，这真正足伤脑筋的嘛，所以我们要改革吼、哦，最好是短期间卖讲哦，都爱几十年，搁几十年，大家若想要走一起来吼、哦，就是一定会很快，由我们自己以身作则，咱无简单啊吼、哦，我卖讲，大家讲后摆啊薪水讲吼做几倍啦吼，唔、哦、免几倍，只要咱啊会当做到这个功德吼，搁而且你的商家。带恁家的饼吼，即阮阿公、阮阿妈吼，当时民政府内底的大官吼，安着作计得来啦，对不对？哎，敢那恁伫遮翕的相啊，甲带遐互子孙看，互子孙向你看齐，即比啥物佫较好呢？啊，若像阮遐吼讲，选一个乡长，着爱开千五万啊，做四当尔尔，咱敢有开千五万？上俗的子官员都是民政府的啦。万六块，搁共食二十顿，还搁带四枚，吼、哦！啊，阮遐个里长都爱开四五百万啊呢，四当尔啦。啊，所以讲开钱了后吼，无贪污遐本钱要怎当啊？这就是设计落啊，诶，这个伊个唔是伊个政策就不对了啦。你未贪钱个，你先互伊用钱，伊后壁没有捞回来怎么办？对不对？啊，当啊做到无分行者安尼开掉，所以大家拢后壁拢会乌吼。咱予咱开，这毋是咱台湾民政府收的，是即间农场的姚先生煮予咱食，予咱用爱水电扇吼。啊，门层嘛拢爱清爱扫嘛，对毋对？这管理费，你若去住一个民宿，敢有遐俗？绝对嘛无嘛。虽然无住甲足豪华。至少咱来遮得到这个机会吼，会当予你吼一世人讲，
无代无志啊，我该变大官，安尼欢喜无？嘿，无代无志呢，我嘛想讲啊，无代无志，我读伊个，我都无爱插政治啊吼，啊，较行到会遮呢，这就是使命啦。人一个使命你可以完成吼，后世人会如何啦？这唔是咧讲妄加的吼，所以冥冥之中啦，咱安怎做，就是安怎得啦，吼。所以呢，为咱开始。我们向日本好处来学习哈，咱日本人是不是哦，足有礼貌的对不对？吼，所以后摆啊，咱要做日本人呢，咱袂使阁看人乌银拄白银吼。日本人无熟悉，目睭对目睭嘛是点一个头，这是基本的礼貌啊。吼，阁而且呢吼，因你若是讲相弄上不管，生活唔对正讲，真正呢？我捌看到迄吼，红龙钓的先甲伊讲我免哪使呢？甲伊弄的还未出声，伊先讲我免哪使，我甲你定着路安尼呢？啊，其实啊，弄一个都跋伫个涂骹呢，啊，爬起来佫讲我免哪使呢？人有迄种的涵养啊，啊，起来钓唔钓，才佫拍算。啊，咱遮唔是呢，因内里都去啊，你怎唔做？吼、哦，对唔对？现讲弄的因内，你唔先较早的开去，我给你弄着。对不对？吼、哦，这足差呢，吼、哦，所以后摆啊，吼，咱是大官呢，我们出口要成章以外，吼、哦，咱爱甜言蜜语啊，吼、哦，绝对不要出口出恶言呐、啊，吼、哦，好、哦，而且李登辉讲哦，爱做好事啊，吼、哦，爱说好话，这足重要，一旦养成那个习惯呐、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大家若生气起来，是不是拢三字经就去啊，吼、哦？对不对？啊，但是吼、哦，咱拢一定爱先有家己感觉唔对，诶，唔对，家己先检讨嘛吼，未使讲无礼貌就是会出代志。有礼貌呢，绝对啥物代志拢会当化解啦。吼、哦，所以讲出代志来讲，咱每一个人上好嘛，卖出新闻啊，卖讲有讲啊，这就是民政府个人伫对待单位的大官。安尼足歹听啦吼，所以我们执政以后，咱嘛是希望讲每一个人伫各单位吼都会受到好评吼。啊，安尼我就感觉讲我讲这个课讲一两点钟有价值，有啊，哈，嘿，咱就是我相信讲足侪人是比我较敖啦吼。啊，但是吼提醒一下，讲他能够更好。哦啊、如果以前没有去注意到的我们在说话都清清菜菜的我们就会较熟练一点、哦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那个就到这里、哦、这个是、这个是那个介绍啦，我们已经介绍完了、哦啊、所以说、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哦啊、多多联系。我觉得说整个吼、哦，咱台湾民政府不管在哪一个州吼、哦，啊，大家都可以来联系。那只要有来吼，拢小换名片，大家互相鼓励研究吼、哦。每一个人要去什么单位拢无一定啦吼、哦，咱多广交朋友。有啊，像咱这个美国的来吼、哦，咱甲谷歌讲吼，伊吼敢那看，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吼。伊、哦、看网络导演来上课啊吼。哦哦啊，咱若后摆啊吼，美国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找他了吼。因为讲到美国，我们都很陌生嘛吼。啊，但是他很能干呐、啊。啊，那是讲像讲美国哦，后摆啊，我们要做外交啦吼，或者要跟您有什么交流哈，就请啊多多给我们指教哈。啊，那每一关区嘛吼，拢大家拢有啦。啊，所以呢。咱卖讲局限在一个州，我们全部都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对，拢是林志兴一个人啦，吼，是他在指导。以后如果出去，还是咱的朋友，要认清清楚，咱对的人是啥物人。外口因为足恐怖，已经有五六个吼无同的单位啊，吼，嘛咧办身份证呢，吼，啊，身份证讲300尔，为拼100啦。吼、哦，啊，刷咧讲叫咱1000块的摕去吼，佮贴100，伊就办一张300的予伊吼。啊，我甲讲一句话，啊，你唔西装摕去换内裤当啊，对不？
有理无？西装换内裤安尼敢对？咱这张是美国荷兰的呢，因迄是伫台中印的呢。吼、哦，什么台湾人身份证啊？什么美国台湾民政府啊？乱七八糟安尼吼。啊，所以大家爱认亲，咱点点等下吼，啊，卖唔是讲点点啦，心点点卖乱去就对啦。爱认真去叫人来办身份证，甲叫人来上课，有福气的吼。这五百名以来，咱免考试的，甲你的亲戚好友，较紧引导入吧吼。那个功德一件啦吼。啊，我就讲到这吼，多谢大家。各位同心，咱下课休困10分钟，下课休息10分钟。